哎、欸，你看一个钟头了嘞，我的生煎包还没有来哎。哇！Hello， 大家好，我是 Miss Hippo。今天我要 try 的一个 new series 就是 X 厨师创业，我们一起 try。这个 series 呢，我就是要去 try 那些 X 厨师，他们是 from restaurant 还有 hotel 的啊。他们自己出来创业，所以我们要来 try try 看他们的食物。今天呢，我们要来 try 哪一个 X 厨师的食物呢？ Mr. J 跟 Paradise。 Mr. J 跟 Paradise 是我时常去的嘞，所以我很 excited 啊 to try OK。 今天我们来的这个地方是Chinatown Complex 哎，以前我每次有来的嘞，我来这边买衣服啊，来这边哈、哦、过年啊，因为我会来的，很久没有来了。OK， 现在我要去排队啦。哇，还有 Q 嘞！哇，你看那个 chef 是以前是Crystal J 跟 Paradise 嘞。哎，我要吃那个小笼包，还有这个生煎包。Can't wait, I'm too hungry。刚才我已经 order 了，现在还要等，因为它的 Q 很长，而且哈、哦，一定没有这样快的，所以哎，我要讲一点废话了呗。OK， 你看我的头发今天有什么不一样？你看那个颜色啊！我今天哦，这次哦，做一个大胆一点，这个是要 turquoise color。我跟你讲嘞，我做了才发现哦，原来这个是最流行的啊，今年呵呵这个 color 嘞，真的嘞。我 order 那个生煎包哦，你猜哦要等多久？要等 one hour 嘞，真夸张哦。然后为了美食哈、啊，我们要等啊，没有办法，很多人一直偷啃我。我变得冷水，真侪阿哥头看我。是 Miss Hippo， 啊，定好他的食物应该是闪闪来的啦。Because 说哪一个好鲜的话，就给我们先拿了。把生煎包会比较久一点，因为它要煎嘞。哇，看 Wiki 的一定很脆脆哦，真好吃。你看好了，我们先去。冻得要命。哦，先是红油抄手跟那个炸酱面先好嘞。OK， 我们先过去。说红油抄手跟这个炸酱面先来嘞，说我就 try 这两个先啊。你懂红油抄手哦，是买 top flavor 来的。我每次哦去那个什么 Crystal Jade 还是 Paradise 这些啊吃啊，一定要叫的，因为哦我觉得辣辣很好吃，所以 I can't wait to try this one 咯，我看有没有什么差别。Summer 哦，这个 chef 是 X Crystal Jade 跟 Paradise 的。chef 来的嘞，他以前在那边做的。我觉得我要 try 看他们的 standard 有没有一样。你看这个红油抄手八粒哦，5.5块，对哈、哦、，OK 啦哈、哦，那个价钱。这个炸酱面呢是4.5块，哇哇哇，那花椰香椒改椰椒哈，烧伤嘞。你看红油抄手哈、啊，我们要搅搅一下嘞，它的 sauce 才会全部均匀嘛，对不对？嗯。好吃哎，它的肉里面很多，很 crunchy 这样。然后我是觉得它的，你看它的 sauce 没有这样多，但它的那个里面的那个馅料哦， everything 哦是一样，是好吃的。嗯，我是喜欢吃的。我可以一个人吃掉八粒耶。哇，你看这边有一个小小的虾在里面嘞哦，难怪我讲 crunchy。我希望他们哦的那个 sauce 多一点，哇，就 perfect 了。你看天气太热了，那个汗流到太多，你看我的头发做个金水自己弄了很久了，你看黏全部黏在这边变成很丑，有时候没有注意看哦，变成很丑了。 OK， 现在我要 try 这个炸酱面哦，你看很 dry 了嘞，你看 actually 你看它、啊、很干哦，反正你要很努力的去这样跟它搅哦搅哦搅哦，它有那个油嘛，一点油嘛，你看它的 sauce 是 OK 啦，不是说很多，把它 at least 哦，你看还搅得均匀哦。OK， 我现在要来 try 了哈。嗯，那么咯。不过哈、哦，如果这样单单这样吃哦，我应该吃不完哎，因为我喜欢吃有多一点料的。这哦，好像很 normal 的一个面啊，连它的那个肉稠这样吗？那个炸酱面那个肉稠啦、啊，我觉得哈、哦，再多一点，哎，那个肉稠啊maybe 啦。因为我比较喜欢吃多那个料，是可以吃啦吧，我觉得很 normal， 我可以配那个红油抄手咯，来我就吃了下。你懂哦，他们10:30开嘞，我11:03嘞就到这边了。你
看还要等很久嘞，那生煎包怪单是点蒸哎，然后哈、哦、小笼包跟那个托克的那个小笼包也是要等哎。OK， let's continue waiting。哇，你看 ，Rainy 又买那个甘蔗水给我，可是不是叫小杯的，就是，我一口就可以喝完了嘞。Thank you 啊 ，Rainy， 你看这个是我的救星嘞，很热嘞，整身都是汗啊。你看，我跟你讲，一口啦，你也不相信，一口就完了。所以哦，要买大杯的给我，这样小杯不够我喝的。终于等到了，不知道是什么，我们要去看。哇，你看小笼包来了。哇，很美哦，哦金哦金，这样很漂亮哦。还有这个是 normal 的小笼包，你看小笼包哦，六粒哦是4.8。然后那 truffle 的哈、哦、六粒哈、哦、是9.8，它的差别5块嘞，而且这个哈、哦、好像是新的嘞，没有在他们的原本的 menu 的 ，I think 这个比较是新的 creation。OK， 我们先 try normal 的先啦、啊，因为你如果 try 那个 truffle 的，等一下 normal 的你就吃不出那个啊它的味道了。小笼包最重要就是什么呢？拿起来里面呢要有水，而且它的皮要薄。先咬一口，它的渣吗？是有一点点的，不是很多啦。OK， 我 try 啊，先 try 不要放东西了先啊。不错不错，那个咬下去哦，那个哇，它的汁哦，有里面有汁。如果你是小笼包的 lover， 你们就可以来这边吃，因为一盘这样啊，4.8，有一点那个汁啦，托夫的味道，它就是托夫的味道，托夫很奇怪的哦，你如果不喜欢哦。一点点你都不喜欢的，如果你喜欢、哦、你就很喜欢、哦、我觉得它的那个 taste 啊，它的那个flavor 啊，差不多差不多刚刚好。把这个哦，9.8哦，比较贵一点啊。如果是我啊，我选 normal 的，因为我觉得 normal 的就很好吃了嘞。然后我觉得它们皮哈、哦、不会说很厚啊，连这个 truffle 的哈、哦，好像丁丁酱哦，吃下去是不会很硬啊。把我的 suggestion 啊，就是啊，少讲话，快点吃，因为哈、哦、这个。可以的，不可以等的，等了他们整个会硬去的。他们里面的那个 feeling 啊，那个肉的 feeling 啊，是 OK 的，不是说很多，也不是很少，就是刚刚好，它这个是 size 哦，所以不错。OK， 你看啊，要放一个姜，刚才我吃是没有放姜啊，放一点醋在里面啦、啊。嗯，哎，你看一个钟头了嘞，我的生煎包还没有来哎，而且你看那个 Q。你没等哎，还在那边呢吗？还在那 continuously 啊！终于等到我的生煎包了，终于等到我的生煎包了，所以我要快点吃啊、哦！哇哇哇哦，脆脆的呗，快看看啊！嗯，哦，哇哇，幸亏没有碰到我，碰他们。哇，你看，哇 ，juicy 的嘞！你看它的汁这样飞出来嘞！你看，哎，它哦，刚才我咬哦，脆脆的嘞 ，crunchy 耶，下面。嗯，哦，它的面哈、哦、很 juicy 啊！你懂它有一个什么味道吗？你在是不是巴斯利加汤的味哦？是我最喜欢的味道哎 ，I love it。好吃啊！啊，还有一点 ginger 的味道。哇，你的那 combination 啊 ，ginger， 你再试试 parsley， spring onion。哇，那个肉啊，那味道特别香啊！这个生煎包啊、哦，3粒4块钱哎，我可以吃6粒。这个、哦、我跟你讲，值得嘞，真的是值得。他们哈、哦、不会说见到有的是很硬，你知道吗？我吃过有很硬的嘞，他的是哦 crunchy crunchy 这样的，上面跟下面哦，它的 texture 啊，很柔啊，很合。这个生煎包哦，酱好吃哦 ，no wonder 要等一个钟头哎，一定是很多人，每个人都有 order 的。连沙漠他们哦，还是这样慢慢煎这样哦，哇，真的是哦。慢工出细活，真的是有这样。今天呢、哦，我来这个 Chinatown Complex，
吃这个生煎包、小笼包、炸酱面，还有那个红油抄手，总共我叫五样，豆豆的花费是28.6元。你们觉得值得吗？如果你们有知道哪里有 X 厨师哈卖的食物，你们就 comment in the comments box below and do let me know, OK? 厨师卖 X， 厨师卖 X， 会爆粉。Okay, thank you everyone for watching my YouTube video. Do subscribe to my YouTube channel and my Instagram and my TikTok. Thank you everyone for watching. Bye.